上厕所。请做好开战准备。打呀，你给我上来。啊！30秒后战斗开始。哎，福，你过来抢福啊！你去拿，待会连我，我不让他下来放你。踢他上去！我知道。操，完了。后面怎么有炸弹人？脚响彻全场。熊猫，你看见炸弹人了吗？没看到。他在这里没啊？我看到他。这看到谁？无神战场。向前。炸弹在上。想都别想，当然不行，灵魂向我招手，好，把这个树吃掉吗？哎，我说过了，就在这里。不能死爆了，全
经常不见了。这血魔好恶心啊 ！A 一个兵加几百血。他给自己上了那个状态之后，你打他，他也受伤，他也很高。嗯。崩脸一样。算了算了。哎呦，不够长。千万别怕。父亲有灵魂。下路都有雷啊！看到了吗？这里有眼，不，这里有雷。看到了。我买了绿鞋，我就不回去了。这地方有雷。前进。我估计这个炸弹去浮点埋雷了。我投身战场。有你四爷吧。当然。无所不及。哦，我操！他应该会杀不死。我操！这个炸弹人。可能是这个吗？没雷。隐形。哎，中路给我个兵的经验，我六了，我就给淘汰了。等我来。来了。中路有人 TP 了，剑圣，有六有六，还有啊，小精灵，我出骨灰了。
被钱包了。火方上塔需要支援。你别想趁虚无影。你们斩一下，算了，兄弟，给我补一个刀，我不这个远程兵，你不能进账。力量在增长。火方下塔需要支援。闭上，来了，前面老是不敢看符。就怕被那个炸弹给炸死了。我的屁声哪里不敢去告诉我，我帮你踩。对，天怒往东走了。这血魔一千血，有机会。冰棒被我打断了。Killing spree， 千万别怕。血魔溺死。回一下，再拉一波吧。练上秘术了，有大的。我的存在让你恐惧了吧？你是我的从心到骨。淘汰都出来了。当然火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军团不见了。军团 TP 了，这次我打断不了。他双倍了，有点吓人。哎呦，这剑圣哎，真疼！我操！早就劝你投降了。这长得一万的。父亲有灵魂。下路这一片都是大大。战场，父亲，火方上塔需要支援。你如既往，这边有没有雷啊？火方上塔需要支援。那边一直没事了，要补吗？不要。军团可能会去了。打断他，我不来了。给我赶上。
那你瞎猜，我猜不出来啊。还能对吗？能能能。Double kill， 就是你的主人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大概人没自爆的。我准备出了减金，我准备多刷，不然不好上高地。这不好刷。敌方中塔。我下路打钱了。我待会带 T 上去就行了。你们打一下。你下路自己注意点。我知道。哎呦，唱翻这了。花音未落。我闪开波物啊，对，我是想防开波物。当然，会有我的事。千万，哎，这波先行收一下符。我们一起开吧，还是大鱼过来吧，开我吧。我直接走上线啊。行。你不用，其实不用开的。小心雷而已，他们也是。我感觉他们人在下半场啊，来上路吧，来上路。啊，中路你们抓的这个人，他们都没人露头，下路不敢去，也不敢打。肉身已被电影灵魂击杀。灵魂有收割。现在是什么装备啊？上一个梅雷吧，这就不浪费这个了。行动！灵魂向我召使。夜眼陷阱全面加固，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灵魂由我收割。跳到 CD 了，哎，他飞了。我说跳到 CD 了。哦，你别提前走光了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，敌方上塔已被摧毁。下路不好走吧？我方下塔已经失守。嗯，这都没发生。当然。这也需要收藏。我们两个吗？千万别怕，带我吧。带斧王。停路了，我觉得别去也去了，我坚持一波打。走走走，这边有人来了。新团在出战鼓。我投身战场。这么也去拍一下雷吧。分身了，可以去这边排一下吗？
这边好多。还能上架的呢？我知道。太有道理，我不成。你能带我去吗？我吼住他们了。嘿。Killing spree. Triple S. Dominating. Ultra kill. 牛逼啊！我这杀！哎呦！哦、哎。我买了，已经没了。我分身踩了雷，这边雷被我拍了。还有的，都拍了吗？你那边我不知道。这边肯定有，这边肯定有，他最早买的。我反正就刷神装，那不行。小精灵，我们过来看。小精灵这边开着吧。我躲前面吧，我死了算了。我也快 BKB 了。这有个主宰，这有个主宰。真的。哎。工程师来了。经常也来了。看有没有雷。怎么在这个地方？踩了雷。哎呦！没死。我的灵魂深处感。怎么好像靠起来了？靠你来！哎呦，我操！嚯，这还有雷，他们雷太多了。他打不过我的。哦，这个好久啊！深海著名，感谢您。这里面感觉也有可能有雷，上面有，是上面有。跳不出来，不搞吧，不搞吧，他们一塔可能会踢下来。你去把下路符给控了吧，要不？任捡这个，人都在。他们剑圣不在，不过。你如金龙，无所不及。我投身战场。我们这块是不是有眼？再见。当然。
我能踢。攻击是如此，一如既往。你是我的。剑圣超后了。地神能踢吗？我在推塔，需要我来吗？你们好像不需要我。你 A 一下 ，A 一下。哦，不该来的。哎呦我操！还有技能吗？还有吗？马上要跳。打对吗？先看有没有雷、啊、等一下 PJ 单我先去，皮人我先进去。哎，我有分身可以进去的。那进来他就埋的是大雷怎么办？没刷吧、嗯、啊对啊，埋的大雷怎么办？行动哦，我就踩一踩让他抓不上我。这一眼都刷了，有自爆了吧？千万别怕，还有更多的灵魂。哎，这灵魂有数。算了。哎，我前面看那什么，他大，我跳不出来了。上个不要吗？要吃了吗？我又排雷了。哎，有没有真眼？有没有真眼？后面真眼放一个。我可以带宝石了，弱起来了。我看，刷好吧。应该刷了，15/15。我去看一下吧。我投身战场。有宝石吗？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皮鞋烧了，谁碰你？没有分身拿过去砍一下。我方上塔。谁能碰林肯兄弟？斧王哥碰林肯吧，跳斩。我不是饿死你。需要支援，给 P 上。那 TP 还还我吧，我还带 TP 丢四代好了。右山已被天辉军团击杀。一如既往。撤。你玩吗？我没宝石啊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哦对啊，没宝石啊。我买了一个，你们拿了。小精灵可以领我去上路搞这个的。敌方下塔已被摧毁。哎，他没跳到你们飞后面。滚你吗？我方上塔，他没大了，直接 A， 直接 A， 棍子没用的，玩出小当家的感觉了。你是我的，哎呦，那个石头你拿吧，在家地上。救我！救我！
有盾的。估计只能到第二场。他们要跑了。有了，我跳到飞机上。这边有地雷，这边有大雷，这边有大地雷。还有大嘴被砍死，敌方攻塔已被摧毁。他也到，但要有残局还有。宝石在不在？在在。要不我们先推上塔吧，上塔推了差不多大量了。兄弟。你不早就踩了，我直接。力量在增长。看上去，看看。已被摧毁。拉我。千万别怕。这是干什么的？敌方上塔已被摧毁。敌方上路兵营已被摧毁。愿神保佑你的灵魂。已被摧毁。钱拿走啊！需要跟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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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敌方中塔已被摧毁。
被摧毁。天辉获胜。我加了，你看一下。此辉煌的胜利，有战利品。阵容又不需要我打架，队友能抠出几秒我去打架干嘛？我好好刷，我刷一身肉装，上高地啊！不然炸弹那高地怎么上？有些人叫我去打架，我偏不打，你们想看我输，我要保证正确的心态上分啊。不打架没存在感，没存在感就没存在感，反正赢了，那推高地还是挺有存在感的。我们阵容只有我能 A 塔，我不刷装备干嘛？我打个毛的甲？你这么喜欢打架，你可以打开多塔尔，然后去单排一局，选个影魔去打架不就完了吗？自己打架比看别人打架更有意思的。说秀的装备我秀不动了，老了。现在对手都厉害比较多，修不动了。